点快点哈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请把你的拳头按着紧紧的，请把你的声音开到最大声。
要不怕好吗？好，你好大，你好大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你好大，你好大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你好大，你好大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好，我们这里所有的朋友，我们再次提起我们的精神，我们要说安董办要自主，安董办。我们第三大队，待会第三大队的开口这边，请暂停一下啊！我们宣传章插在第三大队的中间，好，所以请环保联盟，环保联盟啊，好，好那边，环保联盟那边做一个区长，好，今天第二大队的学生代表来了非常多人，我们给自己欢迎了吗？来支持大队一下，不管你是不是大船，不管你是不是因为什么天气，我们今天我们走到这里，我们站在这里，我们的目的非常非常清楚，我们告诉台湾所有经营媒体的财团，如果你们很大，但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们就是不怕，我们就是消费者，我们也是公民，我们站在这里要来表达我们的心声，我们要告诉媒体巨兽，你好大，我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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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场的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了，这是台湾的媒体改革运动史上最多人的一次，我们自己欢迎好吗？第三大队先暂停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。第三大队是我们在 NGO 的代表，也来了非常非常多人，我们是不是旗子可以摇一下，来鼓舞台上的来国家的国旗，来国内的民间，来学生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慢慢的往前，跟着宣传车一起走啊。我们看到很多 NGO 的朋友，不管是环保团体，不管是人权团体，不管是人权团体，或是其他各式各样的劳工团体、教育团体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媒体，我们的媒体要公平，我们的公民要正义，我们所有的 NGO 都站出来，因为媒体不改革， NGO 的话语， NGO 的声音也会被掩盖，所以我们要站出来，要求媒体要改革，让我们的社会能够进一步的改革，让媒体改革，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大往前迈进。今天这场游行的发起团体不只是长期关心台湾媒体生态，包括我们台湾记者协会，包括媒体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，包括媒体改造学社、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以及反媒体怪兽联盟，在我们第三大队有非常非常多长期在各个领域关心人权，
止是最多的一个大队，一个队长队有。来，我们进行的时候，一个队长队有。来，成功人也得点头，来关心我们团队的心中，所以来全力来抓下来过去，反垄断。反垄断。反垄断。要自主。要自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要跑，我也不知道。
这种人变啊，这皮肤拢变松，就是当当。他慢慢的，一路慢慢慢慢慢慢。不知道了，他石头还小，他会踩上面，他不敢当。这里面多不敢当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汽车，汽车有环保联盟的车子，上面写配合家园。再过去是计程车的。